前100多年，汉武帝命楚王刘乌的孙女解忧公主前往西域，远嫁乌孙昆弥。随同解忧公主前往乌孙，有一位随身侍女，名叫冯辽。他后来在数十年的乌孙生活中，以非凡的胆识、远大的抱负，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。为此，西域各族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冯夫人。
四十八家西侯，各位将领，我文归民感谢汉朝的皇帝将解忧公主嫁于我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啊。今后我要信守诺言，与汉和好，共建西域之安和。各位西侯，让我们一同举杯，共庆乌孙这一大喜之日。好，来，公主，thank you.
石冠啊，你们骑马骑得太好了。哦，那当然了，练不好马术就不是吴孙的勇士啊。马是我们吴孙勇士的翅膀啊。不就石冠说的对，他就是我们的英雄。哦，王楚过奖了。不过骑马没什么难的，我们乌孙吃奶的孩子都会。怎么样，你们汉朝来的人也想试试？女冯了，拜见昆迷。你的剑舞得很不错，中原的武艺是很高强的。让昆迷见笑了，小女喜爱舞剑，也为健身。哦，拿来。好剑。真不错。接着练吧。你的剑舞得太好了，让我都着迷了。啊，不好啊！我去接解忧公主来吴孙的日子里，怎么没有见你练过剑呢？每天都在赶路，没时间。哦，哎，风姑娘，你能不能教我练剑呢？
骄不敢当，小女愿与士官一起练。好。那，嗯，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叫我骑马。行啊，走，我保证你啊，很快就学会。迷迷王储，坐。是。匈奴单于派人来告，他将派右路黎王带兵在我边境上，给他温归迷点颜色看看，叫他不要太得意了。汉朝离我们乌孙数千里，可单于说到就到啊。好。我们也不能等着呀。对对。来，冯姑娘。哎来。你学的可真快呀。可你教我的浮生贴宗的骑法我还没有学会呢。哎，慢慢来，一口吃不成胖子，一斧头也砍不倒一棵大树啊。我要练成女子中最好的骑手。我看可以。让我再练一会儿。好，走。驾。他们是人肚子还是牛肚子？粮食不是刚给他们了吗？我说了，可说什么？可古人他根本不听。他还说，说什么？还说尼米王储，一切要请昆弥定夺。粮食还是给他们吧。给他们？这大陆，你知道他还是王储吗？只可惜这个王储太叫我担心了。与先王的传位盟约是很难改变的。好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好吧。公主，这个尼米王储不是诚心捣乱吗？冯妹，他王储不单单是给昆弥捣乱，更多的是对我们。咱们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行为，为昆弥解难。准备。放。放。好。我的人也是强兵禁卒嘛。啊，对对，王储说的太对了。大力，粮食送来了。走吧。王储，昆弥派人送来了粮食。这麦子长得真好。是的是的是的。这些麦种都是您亲自挑选的，收成一定会好的。感谢乌孙的先祖选中了这块肥土沃野。夫人，我看这儿的土质比咱老家云龙山还好，一定能多大粮食。多蒙公主和昆弥的关怀啊。请。请夫人用茶。
这茶很好喝。哦，这是刚从驼商那里买来的。哦，中原的茶和乌孙的水融合在一起，味道更美了。请冯姑娘用茶。喝吧。你们随我远离故乡来这里屯田，种了五谷粮食，你们立了大功，昆弥和乌孙的百姓会感谢你们的。哦，感谢夫人，我们愿为当朝皇帝和昆弥效力的。不怕夫人见笑，我们都不怕干活，就是怕找不到媳妇。对找家乡的吧，路太远了，不解渴。哎，咱也别想了，找不上媳妇儿也没法子，总得听听家乡的小调吧。张伟成，你给大家吹吹，让夫人也听听吧。这对，吹一个吧，吹一个，吹一个，来吧，来来一个。吹停！看看你们一个个，像拴在木桩上的马，绕来绕去就这么一个曲子。不知王初想听什么样的曲子？我王楚想听什么样的曲子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停下来！滚！好。我要找我哥哥。王楚，我哥哥孤儿安在哪儿？去。漂亮的孤林曼，来，坐。王楚，我不能坐，我要去找我哥哥。来，坐下。
你哥哥是我最忠实的大吏，我的心腹。你如果不恭顺，他心里会不高兴的啊。王楚，我真的要去找哥哥。你真漂亮。漂亮的姑娘都是我王楚的啊。姑姑你王楚王楚古丽曼怎么能这样不听话。过来，请王楚饶恕，请王楚饶恕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他还是个孩子。王楚，他喜欢，他喜欢不救。不，王楚，我一定多加管教他。给我换衣服。是是，快来人给王楚换衣服。你快拿主意吧，王楚对我不怀好意了。哎，我真想杀了他，可是他……我们快成婚吧，这样他就不敢了。成婚啊？这怎么？那好，我去陪王楚喝酒。你顾立曼，顾立曼，不错了啊，可算是中原的高手了吧。啊，我看可以算了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不就是官，过些天你们不是要赛马了吗？你看我参加赛马行吗？什么赛马啊？这不行，那是男人们干的事情。男人？女子为什么就不行？谁定的规矩？不行就是不行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我看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情，你就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你不帮忙算了，我另有办法。风姑娘。怎么答应帮我了？是，太好了。风姑娘，你的剑教得不错嘛。你好，你们谈吧，我走了。顾丽曼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来看看你，不行吗？哦，行行。
昆弥为你买马之事已经给各西侯写了信，他们会选最好的马卖给你。多谢昆弥圣恩，多谢公主。公主信。昆弥与汉和好，是这乌孙国的昌盛，也正如昆弥对你所说的那样。是的，是的。望你回中原后招募各种工匠来乌孙，昆弥会感谢你的。请夫人放心，我一定办到。夫人告辞了。好，这是一匹好马。是的，是匹好马。这次部落赛马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。是是，给他们看看。王楚，没问题，您选的这匹马一定会胜的。昆弥，谈了这么多，你的意思就是不打算交送十万头牛羊了？这么说，我回禀单于，单于必然会误解呀。乌孙昆弥从此以后再不听从他的指令了。对吧？贵使，我说你有两个不相同的耳朵。我刚才说过的话，你的一只耳朵听对了，另一只耳朵却听错了。我同单于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，本应相互帮助，共同繁荣。可要我无赏交出十万头牲畜，兄弟之间，哼，要割别人身上的肉，补自己身上的疮。我说这不太合适吧？大昆弥，我的另一只耳朵并没有听错，说到头。牲畜你是不打算给了？后果你想过没有？后果我与昆弥早都想过了，桃儿不给必然来抢，抢夺他人之财物必遭断臂之祸，使者也是知道的吧。请贵使转告单于，
只要我们平等往来，互相帮助，共建国家繁荣，乌孙还是愿意和贵国交往的。我也奉劝大昆弥，贵国的路却是走得太远了，匈奴和乌孙历代都有联姻之缘，尼弥王储身上还流着我们匈奴的血，大昆弥要想使你的后院不着火，还请大昆弥自己拿出主张。我乌孙永远与帮助我繁荣的朋友平等往来。送客，告辞。公主，你说的太好了。你不怕后院起火吧？昆弥不用怕，有邪火就有正火，正火是可以压倒邪火的。昆弥，你听到了吧？我们还怕吗？王闺蜜，先去看看，你快点来啊！太好了，回去要奖赏。没错，王主真是驯马的高手啊，这次一定是他胜。哎呀，你选的马太好了，你的人也太棒了呀，一定会是。你上哪？这次赛马我要全部获胜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请请请。哎，知道我这匹马吗？啊，这匹马大白马。哎，我这匹马是马主。走吧，该轮到你了。记住，要沉住气，紧紧咬住。我的马。
王储。你们让开，让开！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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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歇一会儿。快，快，王叔，请。你今天真是显出了英雄本色。真能干，快去问问那个小子是谁。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在那儿。不好，妮妮他们来了。我禀告王主。爱情一串串豪迈的足迹，豪迈的足迹
倦的足迹，胶卷的足迹。这样执着，这样执着。